家都讀過呢個聖喻故事嘅，就叫做匹夫無罪，懷璧其罪。點解呢？我唔係有罪，因為我有嚿好靚嘅肉，咁有人想謀咗我嚿肉，咁咧就加害於我。咁呢個當然係一個千古傳頌嘅中國人嘅語言。不過而家呢個叫梁國雄咁解啫，啊係咪啊？國亮雄或者雄國亮都唔會。我係第三次俾呢一個司法係咪呢個律政署係覆核噶啦？第一次就2007年係嘛？2008年1月8日，今日我上去高院都撞翻個法官叫尤德康，而家係升咗做高等法院嘅法官啦。嗰陣時就喺呢度審案。佢呢個2008年1月8日11:00就而家做緊法官嘅 service。應該叫做薛偉成嚟覆核。咁咧，侯官咧都算硬正。侯官就話：，尤官就話：，哦，咁啊，你哋有困難，你哋執法有困難，咁我暫緩我個判決啦，你上訴啦，咁樣。當然，佢上訴佢贏咗啦，喺上訴庭贏嘅喎。第二次咧就係、我喺觀塘法院2012年。7月1日，咁就喺2011年非法集結應該係，咁啊2012年7月1日非法集結，咁跟住咧喺觀塘法院又係判有罪，但係咧刑罰過輕，佢話，咁又呢個覆核，咁當咁就加重咗刑罰啦。咁今次係第三次，咁你諗下啦，呢個朱經緯揸碌警棍係咁拗。竟然間警方話刑事上不能夠起訴佢啊！即係朱經緯呢世啦，都唔可能接受刑事起訴噶啦，除非大家嘈嘅啫，除非梁振英話：哦，朱經緯其實都係應該刑事起訴嘅。喂，我當日喺一個城市論壇嘅嘉賓，啱啱放監嘅城壇喺後面揾手拍我，又有鬧我，又有零次手，我開佢。咁都同阿朱經緯，人哋喺度排隊，好似嗰啲遊樂場嗰啲鴨仔咁樣，佢喺度係咁拗。如果朱經緯呢件案係不應該刑事起訴嘅話，我想問呢個強國元，到底你係袁國強呢個強國元咧？如果你睇到咁嘅證據，我唔相信佢睇電視啊！佢都應該問警方啊！喂，呢單案你哋話冇刑事，你睇多睇清楚啲得唔得先？因為呢一個律政司就係用公帑養佢去維護法治嘅最重要嘅人。喂哥，我而家呢個東區裁判法院嘅法官都話：喂，咁樣樣係智慧嚟嘅喎。而家呢個律政司話：喂，咁個智慧唔係好必要喎，有冇過分啲啊？咁我想問啊，呢個朱經緯嘅朱，佢當日有乜必要啊？佢係一個當場嘅指揮官，佢有乜必要見人就拗啊？佢見人就拗，就即使佢下邊嘅人都會叫人就拗啊，係咪？如果有咁嘅必要性，咁我想問啊，我而家嗱一陣間我唔知判咩啊，可能話判坐監，唔知我唔知咩啦。咁你又應該講法庭。講財力、物力、人力，我一定唔夠特區政府嚟，因為佢大把人、大把錢。我想問，如果律政署係覺得我當日由於法官初審嘅時候認為我智慧去恐嚇一個人，放咗我，佢去覆核，我當你啱。咁我想問啊，咁朱經緯應唔應該落網咧？你話應唔應該落網？大家應該啦，係咪啊？是不是啊？當殺豬皮都殺了他，派給窮人吃那個啦。所以 我自己這個話講了，行無愧作心常坦，身處艱難氣若寒。不過今天加多8個字，就是匹夫無罪，懷璧其罪。政治檢控可恥，政治檢控可恥，政治覆核更可恥，政治覆核更可恥，政治迫害更可恥，政治迫害。其實
振英，咁梁振英一定民怨國強嘅，因為啊監警會話啊朱經偉啊警司係涉及呢個毆打，咁警方就話因為佢當日咧漫無目的咁打，所以唔係毆打。咁我覺得呢、這個如果我係應該有罪嘅話，朱經偉應該係重罪。咁講唔罪啦，即係其實我係因為喺警方眼中咧，我先前有幾三次咧，係前有兩次都係咁樣嘅。咁我亦都啊，雖然而家我未判有罪，我而家未知我想，但係我覺得好高興就係、是，如果我係要律政司同埋警方老師動作去覆核我而家呢個法官話好輕微嘅罪行嘅話，咁啊朱經緯喺全世界電視嘅熒幕上播放嘅無目的殴打嘅罪行，應該係屬於咁，但係咁我覺得我冇所謂啊，係咪？咁我如果人哋法官話我有罪有罪咯，咁但係呢個警方檢控我，律政司起訴我，然後再覆核我先有罪噶嘛。咁而家朱經偉警司咧就係、是、全世界過嗰陣時，大部分睇電視嘅人都覺得呢個應該唔係警察嚟嘅，係外國人。咁佢反而咧需要法官。咁、那個問題就係、是，因為我係梁國雄，佢係朱經偉啊嘛，佢係警司。我是政府真的反對派。法官說，即係覺得你。